我现在发现我的线太短。你要唱不合，不会啊。现在还不错啊，现在就是这一段了、啊，副歌这一段。粥汤包。啊！结果一下就播了，就唱完了。我后面喊得太大声了。没有，这跟无线 HDMI 没有关系，努力好。那是纯粹是里面的电源线太多，接电的东西太多。你叫我多弄一个无线 HDMI， 我也是多接一条线，多接一个东西要充电，那更累。那多一个东西要充电，一样。对啊，所以那个就不了。之前也有人用过啊，也有人用过拿图传来那个啊，想说哇无线，然后拿那个就手上拿摄影机这样就好了。可是摄影机也是要充电啊，一样嘛。没有说方不方便的，我觉得多一个东西充电嘛，多更累。我现在是看因为包包翻倒了，然后整个那个线感觉乱乱的，就回家再整理。啊，我们的我刚才买了一包卤味，选卤味就是因为它有菜。知道，而且那个都有电量的问题。你要买牛奶吗？不要吃乌马，没钱吃乌马。我们不像别人，对不对？说一个啊，好想去练趴哦，就抖内到台北，然后抖内到台北还有人请吃有滋和牛，我这样是不是在臭啊？这不就到台北了吗？这不就吃有滋和牛了吗？我们还自己骑脚踏车来一下。哪个这么爽啊？这个就别问了，有人抖那高铁票，然后去让他去练趴，然后到了台北之后还有，对，只有这条牛，其他看到就是在抽他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没有，其实也本来就是这样，因为说真的太烧钱了。我们骑脚踏车其实真的算是花费偏相对省的。我顶多就是那个台铁的交通费了，可能到外县市远一点的交通费，然后吃东西跟喝水这样。这不就生气了吗？这不就生气了吗？可是怎么都没人听懂我的暗示啊？我也好想坐高铁回板桥哎、欸！不要，开玩笑，不要！刚才老罗有说，我说不要，我那个脚踏车包不起来，还要拆轮子才能包到高铁要的程度。他讲的时候真的没对啊，我知道当然是这样啊。不过有时候真的就是，这也是一种那个啦，激励的方法。而且我们最近没有做这种外县市或是长途的这种企划，然后我们自己的斗内相对少，对啊。
像十月我们那个三天嘛，彰化那三天，要也是要感谢农林银行啊，有请我们吃石头。然后来台北都下雨，整个下雨到没开台，连观众都变少了，就不用说抖内了。闪推，等一下网络烂掉了，怎么了？你去买什么？热狗。哦，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好啊。哦，德国香肠那种。对啊。哦，感觉很棒，我想吃。你要吃要给，要你要一口啊。而且是肉酱的。你要一口。好、啊。哎。我就不客气啦，感谢老总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我咬不到肉酱。你有万能的双手。太麻烦了。好啦，我就咬前面这样，吃一下它的香那个。嗯，他之前我带我家人去那个什么，好赞哦！看病的时候，他有在那个，好赞哦，那个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它的酱也好，它的酱也很棒，它好香哦，我一直留在嘴巴里面。啊，交给师傅负责酱。好，抖音嘴豆。哦，超爱的，我超爱这种豆酱。哦，这份多少钱？忘了。这饮料40吧？啊，我这是腊肉酱，它155，一点40，一百。好吧，我想吃不下。刚好想说也是买一份，可是吃完这些我应该吃不下。油是鹰嘴豆，这好像什么豆子？不是鹰嘴豆。